好，各位網友，8月30日嘅啤利晚報，今日係重光紀念日啊！所以尋日 ，OK， 咪係咯。所以尋日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1年嘅8月31日，禮拜一，今日亦都係重光紀念日啊 ，Liberation Day。八月底嗰個星期一或之前嘅禮拜六就係重光紀念日，咁啊。在台灣就叫光復節，1945年嘅12月25日，台灣光復。即係講真的，好簡單嗱，你係咪上人節目就啲人結盟咧？咁啊，好多人好多，我呢排其實呢一兩年都上過好多台 ，D100又好，花生台啊，甚至以前誒即係阿湛國陽嗰時啊，城寨好多誒，接埋 radio 啊，好多時阿美娜個台啊，跟住阿蛋蛋啊，美娜邊個啊？嗰個李布，係啊係啊，即係你覺得佢啲頭髮都幾特別，佢嗰個啦，好好多。咁你上台係咪即係等於結盟咧？我就好簡單，去邊個台？我話就要講翻我中意説話，你就唔可以即係話夾硬皮要扭曲我啊，或者唔俾我講啲咩説話，或者我想講啲咩説話講唔到，我就唔會去嘅。好簡單，你唔啱，我話知你邊個，我都一定會屌柒你或者講出嚟。即使去到你嗰度，我都講啲説話。你應該問點解林康正會屌柒你哋，你都會請林康正，因為林康正講過就真話，呢個就我哋本事，明唔明白？去到邊我都唔使買你帳，但係啲人咦又覺得你講嘅 OK 點喎，於是就揾你過嚟，呢個就係我嘅本事，明唔明白 ？OK，